跟我讲，那么在泡嘞卤面，在卤面啊，一直在那泡嘞，完全比较敏感的是话的，在别做那么做工艺，来做闽南，多么的重嘞。泡嘞卤面啊，本身在嘞泡嘞南石岛比较传统的菜品，在以前的时候泡嘞啊，闽南做爱。但你看这几年啊，因为讲十八年泡哩比较有钱，炒天这起面，变成卤面不断增加。但你看头年有六百块这高面，后面还你有阿高做顿九百卤面。其实这泡嘞卤面啊，最早比较相当出的，应该讲嘞多些。前面银坑高流岭，很多都叫做平化屋，那段路面比较好嘞啊。当然，我还有其他个店，还是个布店面啊。大家可以到评论区去点出来。还有那个平化斑鸠路、闽安小区路住的个路面，你看还搭半脚看看。路面啊，应该讲回归正常。咱讲什么的公路搭半价六千，就写未起。应该讲全这破烂烂，甚至讲整个居民就写起。对，那讲什么对个实在来加什么海鲜，还来讲阿毛林。对手的煮到最好的话，应该讲用这最普通的食材来煮出最好的个卤面。大家评论得讲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个负责任的个老板，当过下高个时候，伊会跟你推荐什么要改店，什么不改东西。这当然是个店出名不会落下个口碑。最后第三，这大家啊，下半年点卤面一定在点那个第二个、三个、四个个第三个。因为讲那么来个点卤面，并不是讲去个吃海鲜，是不是？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抖音。